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6年加拿大温哥华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的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慈悲度化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致力于世界和平，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刚刚圆满成功举办香港与马来西亚50000人大法会，卢台长不辞辛劳，心中挂念北美佛友，特别来到加拿大与大家结缘。卢台长本次北美之行将跨越加拿大与美国5大城市。多年来，北美佛友辛勤耕耘，弘法度众，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光传遍北美大地，度化无数有缘众生离苦得乐。今日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让我们有缘相聚在温哥华，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成愿，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慈善即是我本性，善缘即是慈悲心。今生闻佛断凡根，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嘉宾，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大家好。
美丽的温哥华，勤劳的人民和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享受着多元文化带来的喜悦，传承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佛法去除烦恼，用文化陶冶我们的心灵。两年多以前我来过温哥华，那么今天呢又再次来看望大家，心一直惦念着大家，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心灵健康。我们人皆有之的慈悲心，让善良的学佛人在人间感受到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温暖。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让我们成为了佛的有缘众生，让每个人离苦得乐。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每个人都解脱，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刚刚得到的消息是，新西兰有 7.1 级地震，菲律宾夜市炸弹的爆炸。尤其令人非常可怕的是，牛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伦敦热带卫生医学院组成最近发表的数据说，塞卡病毒通过蚊子对人体的叮咬，在未来亚洲和非洲，在全世界将有20亿人有感染塞卡病毒的风险。所以菲律宾总统家乡的爆炸造成了70多人的死伤，这些天灾人祸让我们处于一种心灵的压抑当中。就在6月18号，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一名中国医生被自己的同胞用刀刺伤很多，最后死亡。为什么呢？经警方调查之后，凶手砍杀医生的动机是怀疑自己的妻子在那一家诊所治疗期间与医生有奸情，凶手先发生口角，最后凶手情绪失控，持刀捅死了医生。所以一个人不学佛就会冲动，一个人在社会上很多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会对别人和对自己造成很多的伤害。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一时的冲动后悔一辈子，同时占别人的便宜，贪欲也会引来杀生之祸。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自律，我们要守戒律，就像在人间守法律一样。我们不能去做那些杀盗淫妄酒的事情。现代人忧郁成病，恐惧自闭，已经让自己完全活在痛苦的世界当中。全世界的忧郁症已经有3亿4000万人困扰忧郁自杀，每年是100万人，每天为得不到而痛苦，为怀疑嗔恨而烦恼，
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痛苦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心被无明遮住了我们佛智，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永远不要在自己冲动的时候去决定任何事情，这样都会给你带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人不能贪图荣华富贵和名利，学佛人要看破红尘，证悟空地，要懂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意识到万法皆空，这样你才会懂得什么叫知足常乐。我们人生有时候不需要追求成功，我们平安快乐地过一生，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烦恼，能够快快乐乐地一生平安，难道我们不就是自己一生的成功吗？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虽然事业做得很大，日子过得很不快乐，他每天有烦恼，在工厂里有烦恼，回到家也有烦恼，就连睡在床上他也是苦闷难过，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找不出来。他到寺院去向法师请教，法师就告诉他，我有四个锦囊妙计给你，锦囊上面都编了号码，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按照号码一个一个打开。第二天一早醒来，他打开了第一个锦囊妙计，里面写着，请到山上或者公园里去散步。他颇为惊讶，心想，为什么要我到山上和公园去呢？既然法师这么指示，那我就上山吧。他到了山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眺望远处的景色，美不胜收。他突然想到，这些年就知道赚钱，就懂得在工厂里拼命的工作，完全还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天地，美好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欣赏你周围美丽景色的时候，你的心情会突然喜悦起来。他又打开了第二个锦囊，上面写着，微笑，说好话，赞美你的太太。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去做了。一回到家，他笑容可掬地对太太说，太太辛苦了，孩子你好吗？赶快上学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觉得，父亲怎么突然之间关心我们，变了一个人了，感到十分的欢喜，他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快活。他满怀欣喜地到工厂去上班，打开第三个锦囊，只是他要赞美他的部下。他客气地说，科长你好，你工作得非常的认真，组长你好，你非常努力，
带动了整个工厂生气勃勃，于是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到了下班，他依照第四个锦囊到海边沙滩上，在沙滩上写上两个字叫烦恼。刚刚写完不久，黄昏的潮水一来就把两个字冲掉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才明白，原来人间一切来来去去都不长久，想通的人才是懂得真正能够生活的人呐。台长告诉大家，有些人一辈子给自己制造的痛苦，有些人一辈子控制着自己每一分钟的快乐。今天如果你们能够让自己每一分钟一个小时开心，不要受那种烦恼的困惑，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分钟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所以这一分钟的快乐就会让你心中失去一分钟的烦恼啊。我们都希望拥有快乐的人生，但快乐从哪里来呢？快乐其实是你心中制造出来的。学佛人愿意打开心灵，接纳世界，敞开胸怀，慈悲喜舍。想一想，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心里是无限的快乐。有很多人就是不懂得帮助别人，所以得不到快乐。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对华侨，隔壁邻居是一对澳洲老人。那个澳洲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他想送个什么礼物给他呢？结果他就买了一对彩票给他，十几块钱。最后没想到这对澳洲老人居然中了几十万。从此之后，我们这对华人就开始非常的痛苦了，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拥有一半。所以慢慢的他们邻居关系就越来越差。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人的法喜是从你的内心平衡开始的，要给别人拥有，你心中才会拥有；要让别人快乐，你心中才会快乐。我们只要心中拥有了佛法，我们才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呀。心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一个人心中不去嫉妒别人，他就会快乐；一个人心中不去恨别人，他就变得越来越开心法喜。所以没有恨的人就是一个有爱的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永远不会去恨别人。所以要多把爱放在自己的心中，你才会每天过得越来越愉快呀。在今年五月一号，加拿大艾伯塔省大火，你们知道烧毁了多少幢大厦吗？有2400间房子和建筑物全部一夜之间变为灰烬。你知道这个省有90000人无家可归呀。
天灾人祸让我们懂得了珍惜呀、啊！我们美丽的家园在天灾人祸面前可能瞬间就会变成没有，所以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好好的珍惜自己拥有的，你就是心中有家。实际上我们学佛的人本来没有家，因为我们心灵亦非处，本来没有我，何处是我家呀？我们学佛人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我们需要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我们百年之后，我们什么恨、什么仇、什么冤、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就是像我们年轻时候非常痛苦的每一时每一刻，现在想起来，那还有吗？当我们今天还有的烦恼，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到走的时候还会有吗？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学佛人必须要想通，我们一定要放下心中的执着，过去的就是过去了，能够拥有今天你还拥有的，这就是你的缘分呐、啊。我们懂得人在追求生活和名利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从前有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三棵树，他们这三棵很大很大的树，老槐树，都有三个共同的梦想。第一棵树想成为一个聚宝盒子，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第二棵树，他想建成一艘伟大的雄伟的大船，上面载着帝王将相，达贵显赫。第三棵树，他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这样就能离佛更近了。许多年过去了，来了一群伐木工人，第一棵树被砍倒了。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这个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木匠可能会做聚宝盆。第二棵树被砍倒了，这个伐木工人说，这棵树看上去也很好，我要把它卖给船厂，这又是一个好消息，可能会做一艘大船。第三棵树看到伐木工人走进自己的身边，非常的害怕，因为只要伐木工将它砍倒，就意味着他的梦想扑灭了。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伐木工说，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用它来做什么，先砍倒再说吧。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有没有梦想成真的？其实第一棵树被砍倒之后做成了马槽，用来装马的饲料，他非常的失望。第二棵树本来可以做一艘大船，最后变成了一艘小渔船。结果第三棵树一样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有一天，马槽边上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他们因为来不及生产，
当时就在马槽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无处安放，就放在了马槽里。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这对夫妻他们把孩子视为珍宝，他已经做了成世界珍宝的一个好宝物的盒子。几年之后，有人爬上了搁置在海边的渔船，从他们谈话当中，第二棵树了解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后来这个国王东山再起，而成为了历史上伟大的一个国王之一。而前面的第三棵树在当地一个寺庙里被做成了寺庙门口的大佛像，是人世间离佛最近的地方。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想拥有的路径时候，不要失望，因为有时候梦想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为现实。学佛人精进修行，有时候所求菩萨并不能如愿，记住了，只是因缘未到。很多人到了庙里拼命地去求菩萨，但是求不到，就慢慢地就懈怠了，他觉得菩萨不灵。实际上人要懂得，种下去的种子不会不发芽，只是还没有到时间而已。记住了，人的一生都是在转机当中。在中国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文女士，她的先生丈夫在煤矿里正在工作，地震来了，碎石把煤矿的门口堵塞，丈夫困在里面，叫来了铲车，铲了六七天都没有油了，她丈夫已经被困在里面有六七天了。乡亲们都说，小文呐，别挖了，说不定你先生早就在里边死了。她的妻子说，我不相信，他肯定还活着，他自己不顾别人的劝阻，用自己的手和铁锹就开始挖。大家受他的感动，一起帮忙在挖。在煤矿里，他的丈夫也是用自己的尿液每天维持的生命，饿的时候吃一些卫生纸，维持了六天。他也相信自己的妻子和别人一定会来救他的。这时候传来了铲子的声音，挖开了一个小洞，最后丈夫被救了出来。学佛人为什么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要学习绝不放弃的精神，在学佛当中不怕麻烦，不怕灾难。我们只要坚信菩萨会救我们，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挺得过去啊。大家今天坐在这里，有的是台长的老朋友，有的是新朋友，都是有缘分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虽然场子并不理想，灯光很亮，边上还有孩子们在玩耍打篮球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不被外界所染，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如如不动，也就是让自己能够集中思想。
我们人在社会上也是这样，外面的世界不管怎么变化，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一颗纯洁的心，我们不被外境所染，我们就会得到心灵的平安。不贪的人永远是平安的，不恨别人的人永远是快乐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妇女，她年轻时候就喜欢打牌，几乎到了一天不打牌日子就不能过的疯狂的地步。有一天这个妇女不在家里，每天都不在家里相夫教子管理家务，天天出去打牌，每天打得神魂颠倒，赖在桌牌上，不但浪费时间，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还置家庭于不顾。尤其他经常的赌博，完全十赌九输，对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接踵而来的恶果不堪设想。嗜赌如命的这个夫人，就算家境陷入了贫困，他还是要打牌，天天打，输着回家。他忘记了，他还总是带着一个只有10岁大的儿子。有一天，他赌输了回家，准备做晚餐的时候，才发现没有钱买菜，家里连米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想买一点面条都身无分文。正当他感到难过的时候，小儿子突然掏出几块钱出来，这个夫人惊讶地说，儿子你怎么会有钱的？小儿子说，妈妈，我把压岁钱和买早餐你给我的钱，还有上回买烧饼的钱，我都留下来了。这个妇人含着眼泪接下了10岁孩子给他的钱，牵着他的手一起去买面条。面对这样的乖顺懂事的孩子，他的母亲铁石心肠也终于软化。他抱着儿子说，儿子啊，你是最好的孩子。从此他下定决心戒掉牌瘾，恶习革除，重新做人呐。我们学佛人一辈子要感动啊，应该多做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多说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和感动的话。有时候就像清静的露水能够滋润人的心一样，让别人感动，就是说明自己的所言所行正在行菩萨道。因为用你的慈悲心在让别人感动和变化。想一想，我们很多很多的孩子为着我们的父母亲在付出，但是又有很多的人在伤害着自己的父母亲啊。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从小把我们养大，最后还要到海外来帮我们领着孩子，我们自己的心难过不难过？还要对父母亲经常的责骂。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就是有一位外包工，他在城市里和几个青年有一天正好在吃饭，突然之间他接了一个电话，挂完电话眼泪流下来。几个同事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了，他就说，因为我接了电话，我的母亲病重，我要赶快回去。
赶紧匆匆地回到老家。过了一个多月，他回来了。他去的时候，回到家里，看见他妈妈已经走了。这个时候，他非常难过地跪在他妈妈的边上。结果他父亲拿了一个碗，盛了一杯水，拿一个棉花，跟儿子说：孩子啊，妈妈从小替你洗脸洗脚，现在你的妈妈走了，你帮妈妈洗洗脸擦擦脚吧。儿子用泪水帮妈妈把脚和脸都洗了，很痛苦很难过。想一想，我们一生为自己的父母亲做出了多少，我们一生又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想一想，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懂得孝顺，不要等到父母亲离开了我们，我们才懂得孝顺，要知恩图报。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一种慈悲的心啊！如果你能对别人慈悲，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当你付出最多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给人感动也是一种慈悲，一种结缘。我们要学习试着去做一些感动的因缘，因为感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心灵语言呐。台长在广播里经常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很多人打进电话来问自己孩子的情况。那么有一个听众说，打胎的孩子在他女儿身上，因为女儿经常胡言乱语，导致女儿心不静、肠胃不好、呕吐，还有胃水倒流，并且看出听众身上有一位老先生。台长说他看到一位老先生长得不错，浓眉大眼。这个时候听众说，哦，他就是他的亲人。台长还指出这位听众说话太多，漏气，记性差。我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谢谢大家。卢台长您好。你好你好。您帮我看一下好吗？我女儿是2007年属狗的。身上有灵性、这个、你有教过孩子，听得懂吗？是是是是这样。在她身上，在她身上。嗯嗯。跳来跳去。嗯嗯嗯，对对对对，她心静不下来，非常非常就是比较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肠胃都不好、嗯、经常吃东西是是是吃不下去，呕吐。对对，他小时候吐得非常非常厉害、哎、胃水倒流。是 是,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小时候就是喂他饭，喂的 一口没喂好就全部就吐出来、哎、啊，是睡觉也不好，那都是那个小孩子在他身上是吧？对 okay, 生出来不久就上他身了。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学了心灵法门就感觉就是这样，小时候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嗯、晚上你要好好帮他念经。那您看一下，我是76年的那个龙，我身上还有灵性吗？您帮我看一下。有啊。那是有一个男的，年纪偏大。 OK, 那我知道是谁了、嗯、这个老先生我告诉你长得还不错的。 嗯是的是的，就是人不是很高、哎、是吗？对，您看人浓眉大眼的。对，他是以前帮助过我的、嗯、我知道。我在做梦中我梦见过一次，他非常高兴，就是收到我的小房子。那么现在还是不够，那么我还是再给他念。不够呀。没问题没问题。现在我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他把你当亲人一样的。是是是，他提拔你的。嗯嗯，你以后要多念经少说话，你漏气漏得太厉害，实际上你这个人底气不足，已经记性非常不好了。是是是、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您、好，谢谢。台长讲，如果不到人间，你怎知人生的苦难？如果你不去生活，
你哪知拥有和失去什么，还没有失去什么。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接受有的，承受没有的。所以要知足自己拥有的，不要去贪那些还没有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一切都从来没有拥有过，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如果你认为拥有了一些物质，而一旦没有了，你就会承受失去的痛苦。早在2500年佛陀年代，有一位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突然他家里所有的食物器具都装满了蜂蜜，夫妻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把他取名叫蜜圣，蜂蜜的蜜，胜利的胜。光阴如箭，岁月奔驰，一转眼几年之后，蜜圣长大，他厌烦成熟，要求父母允许他出家，父母高兴地答应了。得到父母的赞许之后，密圣到奇缘精舍投佛出家，因为他前世的善因，很快得到了果位。有一次，他和同修比丘尼在出外度化的途中，感到非常的热和渴，想都有一杯饮料。这时候密圣比丘把空的一个钵往空中一撒，然后双手去接的时候，钵中已盛满着佳蜜，送给众生解渴。回到精舍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就向佛陀请教说：密圣比丘，过去他是修的什么福分，为什么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求得蜜糖呢？佛陀答道：你们记得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猿猴求借钵具装满了佳蜜来供养佛和僧众，由于他的慈心施舍，他死后转生为人，由于他的诚心，佛给他的佳蜜，故今生今世随时随地他都能得到蜂蜜。佛陀说过之后，比丘又问道：佛陀啊，密圣的前世又是什么因缘让他变成了猿猴呢？这时佛陀的四周弟子越来越多，他看了他们之后说：密圣为什么会堕落猿猴，那是500年前已生的时候，在迦叶如来在世的时候，有一位青年比丘在偶然间看见另外一位比丘跳过一条小溪，就笑他的姿态像猿猴一样，因此他犯了恶语的罪，所以他堕落为猿猴。后来他知道自己的错，曾向那个比丘忏悔，免堕地狱的受苦，并因此圣猿。猿猴能够遇佛得度，今生很快了证得了罗汉果。佛陀讲完之后，诸比丘都知道了，一句恶言就能招来苦果，因此大家再也不敢戏言恶口，因为因果是不会饶过人的。
我们在人间经常骂人，经常说别人不好，有时候觉得很爽快，但是造的恶因终有一天会受到恶报。人间的竞争每一天都在发生，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好了还要好，经常和他人比。所以有时候你到底与他人比还是与自己比，那是人生的一种哲学。和谁比，比不比，往往决定着你怎么看待周围的一切，就决定的你最终在人间的收获和多少。记住了，和他人比，你会嫉妒，你会嗔恨，你会烦恼；和自己比，你会觉得满足，感受到自己在进步，自己在长大。你能用知足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你就能承受人间的烦恼和障碍。今天你天天和富贵人比，你会感觉自己白活了；你天天和自己拥有的和别人还受苦的人比，你会觉得你很知足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么大年纪还要这个还要那个，实际上他就会觉得自己一辈子白活，很痛苦，没有得到太多。那这样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就会失去更加的多。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要知因懂果，今天多做一些善事，可以换来你明天的福气；今天的修心可以换来你未来的佛果。我们现在的人呐，急于成长又哀叹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失去了童年。我们以健康换来了钱财，不久又想用钱财去换取健康。我们对还没有得到的未来焦虑不安，却又不珍惜现在已经拥有的幸福。所以现在的人迷茫地在过日子，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人有时候活着仿佛自己不会死亡，临死前又觉得我好像没有活够，还没有活怎么就走了呢？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伤心后悔，却从来不想怎么样来避开自己，让自己不要再做后悔的事情。所以学佛要放下，我们做人就是要懂得过去的就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到，所以拥有就是拥有现在。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当你在烦恼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到医院去走一走，看看那些缺胳膊少腿生癌症活不到明天的人，你会觉得你活得很幸福。当你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不能在人间得到更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到墓地去看一看，那些已经走的人，他们得到了些什么。所以知足是菩提心的基础，学佛人就要懂得知足，就要懂得拥有。希望大家一定要知足，能够让自己的心得到一种安慰。我今天够了，我今天满足了，我今天已经很幸福了，
那你就是真正的活在幸福之中啊。我们一个人要成功，靠的是愿力，一个人的愿力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愿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很多母亲为了让孩子考上精英中学，自己情愿起早贪黑，辛苦让孩子去补习。所以愿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一位学佛不久的居士在阅读佛经劝发菩提心文时，读到一句金刚非坚，愿力最坚。这个居士不懂，就去请教无相禅师。无相禅师告诉他，在学佛的路上难免由于自己的惰性、业障和机缘不巧、障道因缘而退失菩提心，因此必须要靠愿力来支撑、来鞭策。历代高僧大德他们能够成功，无一不是靠着愿力而来。想一想，普贤菩萨有十大愿力，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地藏王菩萨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悲愿，许多佛菩萨的大愿，无一不是我们学佛者的榜样。居士仍然不懂，继续问无相禅师说，为什么想成佛一定要立下普度众生的大愿？无相禅师说，同一棵树，众生好比树的根，菩萨就像树的花，佛就是树的果。要想一棵树能够开花结果，就必须灌溉树根，要爱护它，否则根一受到损害，树就会枯萎，又怎么能够开花结果呢？信徒心了，也深感愿力的重要，就问无相禅师，你的愿力是什么？无相禅师笑道，我的愿力是我的，不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发你的愿力而问我的愿力呢？信徒开心地理解之后谢礼而去。其实我们愿力有大有小，有的人愿力就是说我终生要孝顺父母亲，有的人的愿力说我要让我的孙子能够一辈子能够平平安安，有的人愿力说我要做一棵树来下辈子庇荫众生，有的人也可以发愿成圣成佛，因为愿力能够让你忍辱精进，因为一个人能够忍耐，他就能够精进，就能够保持。现在夫妻的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所以才会争吵。因为每个人每对夫妻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才会相互的争吵。所以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好好的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惯，你就慢慢的能够成全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所以学佛人要勇于改变自己，因为改变别人是最难的，而改变自己是唯一的可改变的方法。所以要想改变别人，
最好先改变自己，这样才能成全众生啊。台长经常呢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啊回答问题，因为念经之后呢的确有很多的啊这个灵验。那么有一个人呢啊这个在香港法会期间呢啊在菩萨加持啊他在家人之后当场呢有剧烈的呕吐，吐出来很多黏糊糊的东西，最后呢感觉有一个东西从胸口到喉咙一下子吐出来了。自那以后家人的心脏病和胸闷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靠菩萨帮助我们。我想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谢谢大家。师傅你好，师傅，我们那个在香港开法会的时候，有个同修拿着那个家里的人的照片到这个香港法会上给他加持。这个同修在家里一遍遍的呕吐得很厉害，吐出一些黏黏糊糊的东西，最后感觉到有个东西从胸口到喉咙一下子吐了出来，从那以后心脏和胸闷一下子就好了。哎呀，这个同修就说哎呀太神奇了，这个心灵法门太的灵验无比了，哎，太法喜了。很多人所以到法会上都把很多的家里人人的照片放在那里在想加持呀，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宣传，我也不讲，反正大家知道了嘛就好。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其实啦，学佛啦就是做人啦。大家想象一下，做人做得好，学佛才会学得好。一个人能够方圆做人，圆满做事，用慈悲心待人，这个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我们做人要懂得谦让，不要争面子。有时候人情人心就是文章，处事圆融的人要懂得谨言慎行，因为有时候语言讲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受苦就是语言呐，所以学佛的人不要去争人间天下的事情，要修定。你说我糊涂，其实我不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傻的。让别人感觉到自己傻，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聪明人。在末法时期，世事多变幻，创业难，败家快。大家想一想，很多父母亲的家业很快的就被孩子给败掉了。有人问台长说，我现在是个老板，台长，我的员工经常的偷懒，我应该怎么办？我很恨呢。台长是怎么跟他解开这个疙瘩？我就告诉他，我问你，你过去帮别人打工的时候，你偷懒吗？他说我也偷懒。所以我说，你要给别人一点空间，你自己就有一个退步。所以不要把别人逼得太急，做人做事都要给别人一点空间，就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讲，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其实人间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大智者的人往往看上去很愚昧，聪明人很难宽容别人，因为
太明白了，所以他就跟别人斤斤计较。我们人就是要学会退一步，智慧人是原谅别人，退一步那才叫海阔天空啊。我经常跟大家讲，人间的哲理就是佛法。我们说糊涂人聪明一世，聪明人一世糊涂。你赚了人家的便宜，人家一定会赚你的便宜。所以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给别人多赚一点，你就是一个智慧之人。你能够经常包容别人，处事不执着，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个世界谁是英雄？我们一生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唯有放下，这样才能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呀。有一个小孩子的笑话，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孩子也是很精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人间的一些嫉妒所产生的。有一个上自然课的老师，他问小朋友们，我们从大自然认识到许多的事实和许多的例子，比如说由于我们的直觉的功能，一种动物不喜欢另外一种动物，或者仇恨另一种动物，例如狗不喜欢猫，狐狸喜欢追捉母鸡，蜘蛛是苍蝇的死敌等等，还有猫喜欢捉老鼠。小朋友们，你们还有谁可以举些例子啊？这时候一个小朋友举手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生不喜欢老师。我们人间嫉妒因为是人，学佛之后人的境界会提高，就会产生出慈悲。看一看现在坐得住的人，他刚刚才会有佛性有定力，一进来就坐不住的人，他心中没有定力。台长教你们，以后你们跟别人打交道，如果这个人跟你讲话眼睛左看右看，他就是心不定。跟你做生意，如果眼睛左看右看心不定，一会儿动一会儿动的人，这个人不是你长期合作的伙伴。学佛人要懂得心明如镜，人要安定的人，这个人才会有智慧。在西方社会碰到紧急的事情也会说 cool down, cool down。 我们华人说你要冷静啊，冷下来人才会静下来，能够坐得住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能够听得懂别人话的人才是最能够接受和理解别人的人。所以学佛人就要懂得理解别人，他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自己才会在前途上一帆风顺啊。我们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在仇恨之中，佛给予我们的是智慧。我们人拥有了贪嗔痴，
因为贪会让你痛苦，因为贪的人永远不会满足，恨心会伤害你的身体，因为有恨的人永远会身体上产生毒素，愚痴的人会让你迷失方向，因为愚痴会让你越来越想不通，越活越难过，最后会做傻事。纠正我们人的心态，用菩萨的智慧，你才会脱离人间的苦难呐。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说笑话，我说一个笑话都很有意义的。说的是有一个新来的护士，眼睛也不好，他呢打吊瓶，就是吊盐水这种吊瓶的技术很差。有一个护士长让他给一个熟睡的病人去打针，他去打针了，一针打偏了，看病人没醒，悄悄地拔出来又打，结果又没有打到血管上，又打一针又打一针，不知不觉从头针打到脚。就在这个护士妹妹满头大汗再想找位置打的时候，突然这个病人一跃而起，咆哮着骂道：你真当我睡死了，从头扎到我脚。护士妹妹落荒而逃。第二天上班被叫到院长室，院长激动地握着护士妹妹的手说：谢谢你呀，太感谢你了，你居然把我们医院里8年的植物人给扎醒了。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学佛也是一种缘分。今天能够来听的都是我们有缘分的，说不定我们在早在几世之前你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了。所以碰到缘分，我们学佛就好好的学，你不学就会失去。有时候当你生病了再想拜佛念经的时候，可能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学佛的方法和法门。所以懂得珍惜因缘，珍惜人间的人缘，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佛缘呐。我们人痛苦之一就是活在后悔当中，其实一件事情发生了不要去后悔。佛经上说，佛也改变不了过去，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佛也会接受，佛会说，我改变不了因果，但是人却不接受的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不可能的嘛。人这么说，并不是不想思考和改变，而是因为内心的执着不接受的态度。犹如看见一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玩玩具，一不小心把玩具砸在地上碎了，小孩子会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会抗议，我不要他摔碎呀，我不要他摔碎呀。而大人就知道这个已经是过去了。婚姻也是这样，很多人婚姻失败还沉迷在痛苦当中，我不要他走啊，他不应该离开我呀，一直让自己痛苦。别人伤害自己一次，自己在家中要伤害自己100次。
所以生活当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破碎，人难免会为人生的破碎而伤心。当生活中发生感情啊、钱财啊各种破碎的时候，我们许多的成年人就同儿童一样反复说，我不要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实际上他们只是内心的恐惧和心灵的逃避。台长希望大家懂得，佛法告诉我们，过去的就是过去了，过去就叫 past time。Past time 就是过去了，如果你把过去牢牢地放在心中，你的电脑就会死机呀。所以我们要看破，要放下，要把握一个当下，胜过你一百个昨天呐。做一个知足的人，永远不会放弃快乐，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他永远不会知足。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而是因为他跟别人计较的很少啊。愚痴的人用肉体的需要来控制自己的心灵，而有智慧的人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控制肉体对物欲的贪爱。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拥有一尊属于自己心中的佛，时时坚守自己的道心，你才能生出迷茫的世界中，找回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啊！谢谢大家。讲到这里结束，台长很感恩你们，我很希望你们老伯伯们，我们的好的华人华侨能够身体健康，能够想开想明白。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让我们感恩卢俊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